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上一节我们分别讲透了元气、中气、阳气、胃气的生成、分布和主要生理功能。就人体之气的分类而言，我们给同学们讲述了主要这样几个气，虽然分别讲述了它们的生成、分布和功能，但这四者从整体上看都是统一一个气，统一最大的人体之气，最大的概念就是真气。仅仅是从主要物质来源、分布部位和主要生理功能，就根据这三个要素将它们分为上述四个气而已。下面我们讲第二节，讲血。一，讲血的基本概念。这里面首先讲血和气。在生命物质系统中，气血精机液，气与血相比较而言，气与血相比较而言，气无形，血有形，气属阳，血属阴。根据阴阳的学说，阴阳的概念，我们将气与血相并称，所以在中医文献当中常常气血并称。因此在中医理论当中常常把气血作为生命的两大基本物质，用气血这个两字概括所有生命物质。第二个问题讲血和血气。一，血气在中医文献中，由于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血气常常有并称。血气在中医文献中有以下几个含义。一，指血液和气息，常常用气血来代称，血气就是气血。二，指气质、感情和精力。对，中医学讲，所以血气者人之神。我们平时常常说的，说血气方刚，这里是指人的气质、感情和精力而言。这第一，血气。第二，血就是我们这一节讲授的概念。血就是指血液而言，是指循行于脉中富有营养作用的红色的液态物质，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的基本物质。这个定义要求同学们必须掌握。根据上述的定义，我们看血这个概念内涵。一，血是红色的液态物质，它提示血的物质性。二，血是富有营养作用的，提示了血的主要功能。三，血循行于脉中，提示了血发挥生理作用的基本条件。上述我们定义血是循行于脉中富有营养作用的红色的液态物质，脉中营养物质这一个内涵包括前面这样几个要素。第二个问题讲血的生成。一，血液化生的物质基础。从我们讲授脏象学说五脏系统的主要生理功能，我们就可以归纳出血液化生的主要物质基础。第一，水谷精微。我们在讲授脾主运化水谷为气血生化之源的时候，已经提到说水谷精微是化生血液的主要物质基础。二，讲阳气的时候
讲到阳气的作用能够化生血液，阳气是化生血液的一个重要成分。三讲津液的时候也讲到津液是化生血液的重要成分。第四讲肾藏精的时候又讲到精髓可以化而为血。综上所述，化生血液的主要物质基础有一水谷精微，二营气，三津液，四精髓。其中主要的是水谷精微和精髓。这个示意图概括了水谷精微、阳气、津液和精髓化生血液的过程。水谷精微来源脾胃，脾胃通过它的生清作用上输于心肺，通过心肺化生为血。而要想化生为血，肺的作用还有吸入自然界的精气，经过细心互浊化瓷。而阳气和津液也必须，它是由水谷精微和化生来的，那么它呢也需要上输到心肺才能化瓷而为血。肾精经通过生髓由髓和化血，它具体的化生机制，肾精生髓是通过归肝，肾精归肝由肝化而为血。这就是血液化生的物质基础和它们过程。二讲血液化生主要和哪些脏腑有关，也就是说五脏系统在血液化生过程中它们各自的作用。一心在血液化生中的作用，我们前面讲过心主血脉，一通过血输送血液为全身提供营养物质，保证化生血液的各个脏腑充分发挥正常的功能。二我们在讲心主血脉，心的生理功能除了主血脉之外还有生血作用，心生血。所以中医文献讲说奉心化刺而为血，就这个一讲心参与了血液的生成，所以有心生血之称。二肺，一通过呼吸作用吸清互浊参与血液的生成，二通过肺朝百脉的作用把血液的营养物质运送到全身，保证参与血液生成的脏腑充分发挥化生血液的作用。三脾胃，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微是化生血液的主要物质基础。虽然我们说血液的化生是五脏综合作用的结果，根据脾胃为气血生化资源这个生化资源的理论，中医学强调脾胃在血液化生当中的重要作用。三肝生血，肾经前面的示意图可看到，肾经在中医文献里面已明确记载，肾经精气归于肝，由肝化而为清，化而为血。就这个一讲，我们就进一步的讲述了肝生血的理论依据，就是肝在血液生成过程中也充分发挥作用，它的机制是把肾精通过肝脏化而为血。肾藏精，精生髓，由髓而化为血。由此可见血液的化生与五脏都有密切关系。根据中医学先天和后天这个原理，着重强调脾和肾在血液化生当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治疗血液生成障碍的病理变化，血液生成障碍的疾病，第一在调整五脏生理功能的基础上
把治疗的重点放在脾和肾。第三，讲讲血液的循行。一，循行的方式，根据中医的历代文献，特别是《内经》，经过整理研究，可见中医学对血液的循行方式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第一，叫如环无端。我们在讲营气和胃气的循行的时候，也初步提到，血通过心主血脉的作用和肺朝百脉的作用，脾统摄血液的作用，肝藏血的作用，肾藏营的作用，将血通过全身的经脉输送到全身，全身的经脉又通过经脉重新回到心脏，把这个一个过程，中医学用8个字把它概括出来，叫如环无端，营周不休。这个结论是在明清时期周学海在《读书虽笔记》这本书里面把它高度概括出来了。周学海说，凡人周身百脉之血，发源于心，依归于心，从心而出，复归于心，循环不已。这是循环的方式。一，就往复循环，中医学用4个字概括，叫如环无端。二，具体的循环方式，用现代语言讲，可以分成小循环和大循环。它的理论依据就根据《黄帝内经素问》《经脉别论》这一个论断，我们把它分析开来，最后归纳出这样一个示意图。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小循环和大循环。饮食经过胃以后，经过脾胃的作用，化生为水谷精微，进入心，然后到肺，化湿而为血，心肺这个过程可以因为它是小循环，然后它到达全身，最后分布到心肝脾肾各个脏腑去，为各个脏腑提供了生理活动的物质，营养物质，而后心肝脾肺的血和化生的血又按照经脉重新归于心，如环无端，营周不休。三，血液运行的机制。第一，靠心主血脉的作用。心主血脉，心是血行的动力。二，肺朝百脉的作用，肺朝百脉发挥助心行血的作用。三，脾主统血，脾通过脾气的固摄作用，保证血液在脉道内运行。四，通过肝脏的作用，一，通过主疏泄的功能，保证气机通畅，概括起来叫做气行血行。这个气行血行是指肝的疏泄功能能够调畅气机，保证气机运行正常，为血液正常循行提供必要的条件。其次，通过肝藏血的功能，一，保证有充足的血液在脉道内运行；二，肝藏血的另一个功能能够具有摄血作用，保证血液循行于脉内。在五脏系统当中，以心肺脾肝在血液运行当中发挥作用为最。这里面为什么没提到肾脏呢？就肾脏而言，我们前面讲过，说肾阴肾阳
为阴身诸阴诸阳之本。我们在养元气的时候说，元气根源于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就这个意义讲，肾脏也参与血液运行的机制。但是这五者之中，以心、肺、脾、肝为最。由此可知，人的血液循行的生理和病理和上述四脏密切相关。因此中医学在调整血液循行障碍，换句话说，特别是出血或者血瘀，就血液循行障碍，主要是从心、肺、脾、肝入手来进行调节。第四讲血液的生理功能。一、营养滋润作用。血液内，中医学认为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比如我们上面讲血液的主要物质基础有水谷精微，有阳气，有津液，有精，这些充足的营养物质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营养。就这个意义说，它有营养滋润作用。为什么用滋润这两个字呢？不用温煦呢？就气和血相比较而言，血属阴，属于人体的阴液，人体的阴液有滋润作用。二，它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在内经里讲说，血气则人之神，血脉合力，精神乃聚。它提示我们说，血在维持人的神志活动当中具有重要作用。血是富于营养的物质，它能够为神志活动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在教科书里面讲心主血脉和心藏神的时候，讲了心主血脉和心藏神的关系，那里面提了一句，叫强调血液，心所主的血是心神的物质基础。我们在这里面再进一步来理解，血作为与气共同为生命的两大物质系统，神志活动是重要的生理功能。就这一句讲，气和血应该都是神志活动物质基础。我们在这里面着重将血更确切的表达，血液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一。也就是说，气、血、精、津、液都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具体来说都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其中以血为最重要，所以在这里强调血。同学们在理解的时候，不要理解为仅仅是血为神志活动物质基础，既从整体气血精津液都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就血心主血和心主心藏神的关系而言，在这里面讲了一句，血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而内经讲血气，我们在前面定血气的时候指气和血，指血，就这个判断我们推理出来，在这里面着重又强调，在血的生理功能里面又强调血是维持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希望同学们在理解的这个时候，就要说首先对中医理论在各个不同里面不同章节在不同的环境下所得出结论，同时还要从整体来认识，否则就会知之其一不知其二。下面我们讲第三节经。第一讲经的基本概念，在讲经的基本概念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一下经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当中它的含义，以及中医学当中的含义。一，我们再次复习经的哲学含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以管子为代表，称之为精气论者，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这个学术发展过程中，以管子为代表，将气规定为精气，规定为精。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当中，气学发展过程中，把气、精、精气作为同义语来处理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气、精、气、精混称。二，讲经的医学意义。在中医文献当中，经是一个多义词，也就是说它含有多种意象，在不同的语境下它有不采用不同的方法定义。一，按照中医学的气元论，也就是说在中医学的气学发展过程中，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也常常将气精气精混称。这一点同学们在阅读历代文献的时候就会有很好的体会，进一步来体会，特别是将来学习内经的时候。二，在中医理论体系当中，也就是说在气血精益学说当中，中医学又规定精气与精是有区别的。他们是什么关系呢？精是由气而派生的，注意这个前提是在气血精津益学说当中，就气血精津益之间的化生先化生而言，气是决定的第一位的，所以精是由气而上升的。就有形和无形，属阴属阳而言呢，那气无形而金有子，金有子气属阳而精属阴。即在中医学的气血精津益这个学说当中，精与气是有区别的。第三，在中医文献当中，精精气的内涵，那就是说我要求同学们必须掌握的定义。一，它的意象，第一个意象是指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的泛称。注意它是个泛称，就是泛指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也就是生殖之精和脏腑之精。在中医的文献当中，中医理论体系当中，精的含义，精和精气它的内涵是这个说的，它的外焰是基本物质，它的内涵是什么呢？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具体来说来，包括生殖之精和脏腑之精。根据中医文献，精精气的内涵，我们把它抽象出来，加以定义，那就要求同学们必须牢牢记住第四个讲精的基本含义。一，广义的含义，广义的也可以称为广义的精，就它泛义，精泛指由气而化生的，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这个定义的要素，从三个要素来说，一，讲了精与气的关系是由气而化生，这是第一点，大家要记住。二，它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作用。三，它的外焰是精为物质。我们在讲第三个问题，说在中医文献中，精精气的内涵是讲说基本物质，这从
更抽象的层次，更概括的语言来表达它，把这个基本落实到具体的物质，说基本物质，什么样物质是精微物质。这两者，精微和基本，精微对基本又进一步描述，使它更加具体化。二，狭义的精，仅仅是指肾脏所藏的精，是生殖之精，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的基本物质。把基本也可以换为精微两个字，精微物质。精的基本含义、广义和狭义，这是同学们必须熟练掌握的。同时，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在中医学的气医原论当中，精气精气同义。在中医文，在此基础上掌握，在中医文献当中，精精气的内涵是指什么呢？总它的外延就是物质，是注意是基本物质。它的内涵是构成人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也就是说，一，它是构成人体的物质；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具体包括生殖之精和后天之精，在这个基础上来记忆精的最基本含义。第二，将精的生成，人体之精，从总体来说，是根源于先天而充养于后天，所以从精的物质来源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为什么说它的主要来源一来源于先天之精呢？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我们前面讲过肾藏精的时候，人男性和女性随着肾气的不断充盛进入青春期，女性精气一泄，男子按时排精，男女交媾，胎孕乃成。这个精，就这个意义讲，是生命的本始物质。人体内的精，一源于父母的生命，形成生命的本始物质。二，在先天中从胚胎形成到出生之前，生命已经形成了，形体在逐渐发育。在没有出生之前这一阶段，胎儿是在母体当中通过剖宫之血为胎儿的发育提供营养物质，而剖宫的血来源于母体脏五脏六腑之精。所以精的生成，先天之精，一包括生命的本始物质，用我们现代语言说和基因有关哈，禀赋于父母们。第二呢，是指出生之前胎儿所吸收的营养，其中就主是指母体五脏六腑之精，这是先天之精的成分。在胎儿生命形成以后，又不断地或从剖中不断地获得营养物质，形成了它自身的先天之精，密藏于肾。二，后天之精，人出生以后到死亡这个生命历程过程中，主要靠摄取食物、呼吸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与五脏六腑都密切相关，其中强调水谷的作用，摄食。就这个意义说，后天之精主要是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但它是在人体五脏六腑之精的基础上突出强调脾胃的水谷精微。这就是人体之精，它根源于先天，充养于后天，先天和后天彼此相虚相辅相成，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
二，讲精的主要生理功能。一，具有繁衍生殖作用，这主要是指生殖之精而言。我们在肾藏精，精的生理功能那一节已经讲到，肾的精具有生殖繁衍的作用，它的机制是通过肾所派生的天癸而发挥作用的。二，它具有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人体的精气促进生长发育，不仅仅是狭义的生殖精，这个精是指广义的肾所藏的精，既有生殖之精，又有五脏六腑之精，是指肾所藏的精而言。我们得讲肾藏精的生理功能，第一个讲就人的生长壮老语是伴随着精气的不充盛、比较充盛、充盛，而后逐渐衰少，乃至于结节，是伴随着这样一个运动精气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反映出来生长壮老矣的生命历程。就这个意义说，精具有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三，生髓化血，是指精能够生髓，髓化血而言。我们在前面讲血液的生成过程中已经讲到，根据这样一个原理，中医学又得出结论，叫精血同源。精血同源，又根据精血同源这一个原理或者这样一个理论，中医学在治疗血液疾病的时候，就是血液生成障碍的时候，除了从脾入手之外，又由从肾入手，采用补肾添精的方法来治疗血虚。比如当前治疗我们中医学对贫血、对再胀的治疗，一，从脾入手；二，从肾入手；第三，叫濡运脏腑。濡运脏腑就是对脏腑提供营养的作用。说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精包括了先天之精和五脏六腑之精。这些精微物质人出生以后都储藏在肾，储藏在肾，当机体生理活动需要的时候，又由肾及时输送出去，叫做疏泄以时。肾主必藏要藏精，保存肾有足够的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一旦生命活动需要，它要疏泄以时，及时地疏泄出去，供给全身各个脏腑生理活动的需要。就这个意义讲，它有濡运脏腑的功能，就为各个脏腑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保证一维持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五脏的生理功能正常，所以就表现为第二点，使五脏六腑之精产生源源不断的产生，五脏六腑之精相续不绝。讲第四节讲精液，精液是气血精津液之一，换句话说，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之一。一，讲精液的基本概念，在中医理论当中，精液的含义、内涵，也换句话说，从中医来说，意象它有两个意象，我们在这里规定它，它的含义，一个是精液的本意，精液的本意
泛指一切体液及其代谢产物。大家注意啊，一切体液及其代谢产物。从诸不应缘和论开始，就这样定义。它除了指人的一切正常体液之外，还包括代谢产物，汗和尿也属于津液的范围，所以中医学又称膀胱为津液之府，说静催阴静为津液之道，汗、尿、泪这些都属于津液范畴，特别是汗和尿。那么汗和尿是代谢产物，这是它的本来意。我们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指人体正常水液的总称，包括脏腑组织的内在体液及正常的分泌物，就把本意那个代谢产物把它分离出去了，就是说把津液本意的外延进一步缩小，泛指一切体液，就是本意里面取它这个意象作为我们津液的津液的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要求同学们记住的是津液的现代意，就是现津液不使用它的本意。那么这样来定义津液的含义，来进行对津液进行对津液进行定义，是否是矛盾的呢？是否是概念有歧义呢？请同学们注意，科学概念它是随着人们的认识，科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地发生变化，就是对任何一个概念下定义，它的内涵外延是个动态变化的，这是一。第二，随着科学的发展，虽然同一个相同的语言符号可以表达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经典的科学术语它的内涵随着科学的发展，那么后世可以把经典的表述概念那个文字符号，仅仅取文字符号而对它的外延和内涵，就它的含义重新加以定义，这是科学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这也是从正确的理解中医学概念所必须掌握的一个思想，它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今后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定义津液的概念，津液的这样来定义了，那随着咱们中医理论的发展，对津液的认识不断的深化，那么这个定义也要不断的发生变化。打出这个示意图，示意图是从本意总体的包括了本意，第二呢，那么把那个本意汗尿去掉，那就是津液，就是记住重点，记住津液，其次了解它的本意。中医注意在理论上常常又把津和液两者区别开来认识它，就津液本来是用两个汉字作为一个科学术语出现的，那么在理论上中医历代文献又常常将津和液把它区别开来，它俩的联系，它们有是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呢？它两个同源于水谷精微，都靠脾胃所化生，这一点是有共同的物质基础。根据它们的性状、分布、作用和阴阳属性，又把津和液加以区别。从性状看，津清清稀薄，流动性大，而液浊重稠黏，流动性小。分布，津主要以分布在皮肤、肌丛、孔窍之间，而液则灌注到关节和颅腔等处。三，作用，津它主要是滋润肌肉皮肤，
孔窍，而翳它的作用在华丽关节，补益脑髓。就阴阳讲，说金属阳，翳属阴，同学们做一个一般了解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应用它的时候，常常是金翳并称，不做严格的划分。这从理论上按照阴阳这个概念，把金和翳做这样的联系和区别。从性状、分布、作用、属性，将二者区别开来。它们同源于水谷精微，都靠脾胃来化生。说金和翳两者还可以互相转化，这是它们的联系。性状、分布、作用和属性两者还有一定的区别。在掌握的时候，主要掌握金翳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认识到现代中医理论金和翳一般不做严格的区分。这节课到这里。